伊的第一步是想要入来做恁黄家的人。哼，你敢那伊卖讲啊啦？我绝对无可能让伊来黄家大门啦。志忠，恁母仔囝三个人当然拢会反对，啊，不过其他的人呢？你先想看卖，老友伊是安怎达成伊的愿望，得到伊想要滴离婚的条件嘞？因为阿妈的意思，对不？因为阿妈顾虑到黄家的名声，唔愿意看到黄家有丑闻发生。所以老友英才能得到遐尼大利益。我咧想，林安娜有可能为老友英遐得到灵感。这个林安娜本来就是老友英派来诱拐冰村的，因根本就是两辈为奸。这一遍嘛，一定是老友英家串通好的。想袂到老友英摕着超爸爸回，甲超连保险阁唔甘愿，阁想要来破坏你甲爸的关系。回地林安娜，就是宋尊阿妈惊丑闻发生，所以才想要利用伊的巴肚来威胁恁。要过林安娜伊巴肚来，若是确实是冰村的囡仔，这代志就真歹处理啊。爸，我想是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别记，对进前你想着对付黄志良丑闻迄个方式，咱家己先甲丑闻报出来，安尼对方无错嘛，就不用对付咱。嗯，这可能是目前上好的办法啦。袂用的啦，卡匠绝对袂同意安尼做的。阿母，虽然阿妈是长辈，阿母哥，你才是这个事件的受害者。我认为你有这个立场，会用全权做主。对了，妈，咱真无简单，才等老友因甲黄志良离开黄家，我绝对袂当阁予人来破坏咱的家庭啊。妈，既然讲了对，我袂阁容忍其他查甫人入来黄家阁欺负你。尤其是林安娜，伊的做人甲手段，咱拢想清楚。伊若是要对付你，伊绝对袂忍心，所以咱要主动反击，绝对袂用目睭紧紧等了人拍。Aunt， 总是爱有一个办法才会赢的啊。好啦，我就照恁的意思去做。别急。安尼都麻烦你，赶紧联络电视，把这个消息报回来。OK。妈，阿公，这件代志绝对袂当让阿妈知影。安那无阿妈反对，到时阵会稻草惊蛇，林安娜都会封闭。别笑啊！我认为即摆重点吼，就是林小姐报倒来迄个囡仔，到底是毋是冰村的啦？好，家长，我了解。林小姐，你毋能够再好啊！假使讲你报倒来囡仔，若是真正是阮黄家骨肉，我会替你做主。那是头家妈，你用公家的处理，为着我报倒来的囝。为着黄家的名声，我甘愿做一个无名分的死人。林安娜，你别遐想啦！你巴肚内的囡仔绝对不是我的。那你就答应我，和我去验 DNA 好不？这嘛是绝对无可能的代志。我跟你讲，你若想爸，欢迎你去告我，强迫我去验啊！这是我上无愿意行的一条路，因为我无想要破坏总裁。要搁你黄家的名声，我看你是心虚啦，惊验出来结果是你家己见笑。平春啊，我看哦，你还是跟林小姐去检查一下，代志要清楚，你来嘛较好啊。无喏，家长，你不了解，安尼随便答应人，点头对咱唔好。咁会？阿妈，我譬如讲的，不管是不是有人挑过伊安排，还是无一定去拄着，若是去予记者知影去验 DNA， 那恁阿前风流的代志来去予报道出来，会变成一件丑闻。要若安尼哦，咱就更加较细致才对啊。头家妈，若是连你都唔肯替我主持公道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才好。林小姐，你把孙仔这尔济，敢会当小停一下？你还知影呢？你是受过高等教育型的人，不是无底的小路啊！
敢会当用理智甲头壳来解决问题啊？所以我苦劝你啦，莫用你的目屎吼，拄啼啼哭哭用到呕布出来争取同情啊！啊，若无用了超过，是绝对有反效果。林小姐，你的重点我已经真清楚啊，也毋过真实嘞，我无法度马上给你一个答复，或者是你所讲的公道。我有时间讨论一下，若是有结论，决定要安怎处理，我自然通知你。那安尼，我甲你请问一下，我爱等偌久啊？有人去甲你通知的时阵，你就知影爱等偌久啊？好，我即马来走。头家妈，黄主席。我真多谢恁，给我机会将我妈把委屈讲出来。我嘛希望恁能凭恁的良心替我来。我知啦，主持公道对无？我拢了解啊。好啊，你会当走啊？稍等一下。我今日来这，真正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不过，毕竟我是破坏你的婚礼，我真正唔敢唔望你能原谅我。不过，我要跟你讲一声歹势。说落来，我嘛希望我有这个机会，会弥补我对你的失礼。林安娜。你唔免跟我伫个话中忏悔啦，我也无想要跟你加啰嗦。不管你心肝内有任何的打算，我拢袂让你如意的，我绝对会阻挡你。当然，我当然相信太太伫个黄家讲话是真有分量的。头家妈，再见。孙呐，碧华，今日所发生的这桩代志，我嘛有责任。是的，爸，这摆上主要是要处理神老问题，咱爸想办法阻止林安娜任何企图。所以我直接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敢有其他证据？伫林安娜遐，什么款的证据？就是用证明你甲林安娜暧昧关系的物件啦。先卖关于巴肚内囡仔是啥物人的证。嘛，先莫管伊是真有心还是假有心，伊手头有的筹码，都是恁两人的关系，所以咱嘛要针对这点来做封闭，卡免以后拆破面，伫个媒体面头前，咱无法度好事。应该是无什么证据。是应该无，还是绝对无？我相信那是有，林安娜独家都讲出来。黄主席，你敢敢肯定？林安娜那是真是想要拆破面。伊伫个婚礼拿煞了，伊应直接离开，直接开记者会就好啊。伊哪着假委屈遐久咧？所以我认为，伊的手头若是有对冰村不利的证据，伊绝对会直接讲出来。